勇敢的手，每个站出来，淘汰阶层，助力万分，无私奉献。小英要上台，小英要上台，陈默没下来，陈默没下来，小英要上台，小英要上台，陈默没下来，陈默没下来。两年前国道收费员就是我们的政府把整条国道都整个奉送给远东这个大财团，那受害最深的其实就是在场各位，大家看到坐在前面这边，像我在花很多时间在写年资的这些收费员。那收费失去的，那不只是工作而已，包括他的所有年资都被政府承认。我们好几次都来到民进党部去澄清抗议，起先我们最常听到民进党都会说啊，我们现在是在野党，我们无能为力，你们找错人了，那后来呢，等到去年九月，蔡英文宣布说他要选总统的时候，蔡英文就改口了，民进党就改口，他说我们还没有选上，所以没有办法给他各位承诺。一直到今年一月四号，跟我们见面之后，蔡英文承诺要解决收费人案，但是到了选上之后，民进党改口了，他又说我们还没执政，所以要等到我们执政才有办法。终于到了今天这个历史性的一夜，为什么是历史性的一夜呢？因为明天，民进党就要蔡英文他就要就职典礼了。那明天民进党终于一步一步攀上这个权力的大位，而且呢，他们同时在立法院也是多数，执政多数，所以在这个全面执政的状况底下，同时也是我们收费人要检验民进党到底会不会落实他的承诺。我们今天摆出的菜色全都是我凸显我们现在劳工在整个台湾社会的惨状，我们看到就是这些资本家、这些财团，把劳工的艰辛的处境，当作一道道的菜肴在享用。他掌声鼓励啊！第一道菜叫做毛豆百叶大拼盘。所谓的毛豆百叶大拼盘大家要知道，我们看讲到我们收费员为什么会面临现在必须要不断上街抗争的处境，就是因为夜光族因为我们这个菜上面这盘上面的百叶因为它交通部把整个国道关卡完全不愿意给这些劳工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都没有想要出来抗争把整条国道都送给了财团，造成国道之中就是我们的国道之中粉好。第三道菜是我们的年资泡汤圆，远东卡油饭，远东卡油饭，不好意思远东卡油饭，对，年资泡汤圆，对，年资泡汤圆，大家刚刚讲过了就是收费人的年资政府都应该不承认所以年资当然就泡汤了。我们国道收费员跟过去的官场工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苦，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些佳肴，其实这些佳肴对一个厨师来讲青菜啦啦的就好像当权者，你今天你要危害人民的时候，你把你随随便便你的权力在手的时候，你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把我们害到这样子所以大家加油好不好？加油，战争又要开始了，对不对？那他因为在我们的案子，其实他一月四号跟我们见面之后是承诺说专案小组的那个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解